一起火锅吧。二刘宪华把香菜让给王一博，王一博真的是街舞四团宠。8月23日，街舞四一起火锅吧二中，刘宪华队长和王一博队长都直奔香菜而去，没想到会羡慕一根香菜。大华和王一博都好可爱，抢香菜可还行。后来刘宪华把香菜主动给了王一博，这是什么神仙队长啊？魏队长都这么喜欢吃香菜，奇奇怪怪的默契增加了。王一博喜欢吃香菜全世界都知道了，还记得去年重复嘟囔着香菜没有了的王一博，今年香菜管够。前有韩庚哥直接答应波波的排兵布阵，后由 Henry 把香菜让给波波，王一博真的就是街舞团宠了，被香菜环绕的火锅。所以香菜是大家的最爱吗？不少网友表示，还是那个小太阳 Henry， 对男女老少花花草草都很热情的 Henry 呀、啊、等我有钱了，我要把全部不爱吃香菜的人都拉来种香菜，这样温暖有爱和和睦睦看着就很舒服等等。